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只要像我当时恢复伤病时候是有这个，当时给自己的这个一个想法就是不问终点，全力以赴。自己的目的就不关是能不能参加奥运会，自己只想站在自己这个心爱的球台前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。当然，现在香港已经由乱转治，由治及兴了，现在已经走在一个正确路上。我相信。用不了多久，包括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，一定会越来越好。